你妨碍所有的车啊！你这样犯法，你犯法的，知道没有？下去！你犯法的，你知道这样？你这不傻这人呢？你犯法的，你知道没有？告人告谁你告？下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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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几百人？你要不上去？你跟着造成那个完的，你干什么？你不知道怕事啊？你干什么前面可怎么能进来？关门了！我跟你讲。关门了！你电话电话，你这么多人都等你，你电话电话，你是不是想出来？喂，这怎么样？我嘞？好。幺幺九，四百的司机，你这边先车门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出去！我拿出去！快点！小心点！这个小心酒，小心酒，小心酒。啊！一讲快了，来一个快，拖鞋是带来的，快点！你上来，我还给你加不下去。咱俩这样拘留你的了，你这样子，知道你已经晚上了，明白吗？你下来啊！